机械臂，我的机械臂，我的机械臂，好舒服。这里需要来点润滑油。左侧摇杆就可以移动了，试试看吧。普通攻击键来进行攻击，用你的技能来解决这些家伙。我可是打架的行家。这是个可怕的敌人，使出你的全部技能来对抗他。冒险中找到了一件新护甲，赶紧换上它吧。你看，有个宝箱哎，快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。你的能力获得了短期提升，来痛快的战斗吧。都时间到了，这里需要来点润滑油，电量充足。充足，开打，充能完毕。离凯尔斯更进一步了。我们来装配一个技能，超载燃烧。超载燃烧适合攻击围攻你的敌人。在超载燃烧后面装配一个技能，火箭喷射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这个技能的攻击距离更远，而且有两段伤害。下面我们来换一个搭配，将能量立场换到后面。这个技能的火焰护盾能对附近的敌人造成很高的持续伤害。
快去试试新技能的威力吧。工程师战斗时可以获得技能，也能缩短加快技能冷却时间变短。这是一场革命。冒险者倒在那里，我们得帮帮他。我可是打下了全家。电量充足。进一步了。选择武器工程锤，近距离碾压敌人，试试新武器跟它的威能效果吧。选择武器来福枪，远程进攻穿透，试试新武器跟它的威能效果吧。一件新的武器就会获得一个新的武器威能。
神秘的力量，激发他们可以使出强大的武器威能。